哲伟，那今天来主持一下整个流程。哦、那我们表定虽然是十点半开始，不过一开始会先从自我介绍开始，所以就比较不一样。那我们待会会先进行这个的每个人的自我介绍。不过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很多朋友还是第一次来参加 GNV 的社群活动，还有特别来到大南谷的共学空间等等，所以可能也对我们这样的同花松有一些好奇，或者甚至想了解一下这个同花松的举办的目的跟一些想法。那我这边是GNV秋松来的志工，所以我们是期待透过一些黑客松的专案，把资料或者城市开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跟一些社会的议题做结合。那特别在同花松这边呢，我们希望跟一些很明确的农业的主题、农业的专案。所以各位在报名的时候，应该也有看到我们有一个 HackMD 的一个页面，上面其实已经列出了四个今天要努力开发的专案。也是从许多农民朋友具体的一些的需求所提出来 ，OK，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还可以赶快浏览一下待会四个专案哦，我们可能就要请大家 focus 在这四个专案来做开发。那还有就是除了秋松寒之外，因为我们秋松寒也不是真的在做农业相关的，一定会有很重要的领域的伙伴团体。那今天其实是有两个单位跟我们一起合作，一个是番薯藤社会企业。还有一个是台湾社区协力农业协会。那会不会就是我们请郑然大哥或建泰大哥可以来分享一下来举办红花松的一些初衷跟想法？两边都有对视，都要，对，这样的意思应该是都要。那我们先请陈自然陈大哥。大家好，我是挂名啊，他觉得挺多啊，中骗你的。大家好，我是陈自然，大家都叫我 JR， 比较简单。那我跟建泰老师哦，是四年前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乡下成长的小孩，一直在想说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过程哦，特别是现在很多新的科技发展过程里面，那到底对农业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哦？不然农业的社区就越来越没落。所以我们在四年前来到这个地方，开始一个实验计划，希望发展台湾自己的一些环境友善的农法。那两年前开始，就去年我们跟 GNV 开始合作做这个同花松，主要的想法是，其实大家很多理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希望透过合作、协作、分享跟连结的方式哈，来成就一些好事。那只是说，到底这个科技对农业哈，尤其是这些数位科技对农业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真正的作用？像现在很多的发展，其实我们也蛮忧心的。你如果把农业变成工业来做，其实对环境的伤害只有更大，没有减少。那但是到底真正好的做法是什么？我觉得是需要透过实践跟体验的方式来成就它。那去年一群好朋友来以后，大家就觉得，不一定真正在短的时间里面成就了什么事，但是起码大家在精神上获得连结，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快乐，一起在解决一些让人头痛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那我们今年就希望能够有一些具体的发展，那后续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一些外部的朋友，把今年的一些成果变成一个比较常态性的方式来做，所以今天如果挖了坑哦，欢迎大家跳进来，以后就场景大家一起来做。那最后还是欢迎大家一起哦。这个地方是我们租的一个空间，是开放的哦，希望向社区、向外部都开放。所以你如果平常很烦，你觉得到这里可以获得心灵疗愈，欢迎你来，自带睡袋。好，谢谢，谢谢。对，所以刚才建泰大哥其实有提到。我们有一些朋友其实昨天就有来，所以昨天是比较 relax 的行程，包含还有去看萤火虫，还有看农场等等过程。那我不会请另外一位也推啊，都已经讲完了，都讲完了。那我还是介绍，就建泰大哥也是比较其实蛮多专案都从建泰大哥的这个实作经验去做提炼的。建泰大哥往前站一点，我们镜头有限，镜头有限，对，那。有没有什么分享
在这个地区推动农业的一些想法。没有，其实农业技术现在台湾整个在做的大部分从事农业都是比较偏技术面，技术面，但是技术面很好，没有用，没有连结，所以其实我补充近年讲，其实我们其实背后在搞叫数位农民组合，希望让农民哈、哦、连结在一起，那横向连结才是重点，消费者、生产者、支持的人。啊，技术的这个连接才是重点，所以黑客松、同花松啊，这个都是可以把大家连接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需要大家一起帮忙，不然农业自己搞不起。没问题，谢谢。就像今天大哥分享，就是待会儿其实我们今天四个专案其实都不只是农业参与者，还有消费者，还甚至还有一些农业政策。如果你关心地方创生的朋友的话，其实有一个专案就是想 focus 在这个部分。所以还蛮期待大家比较多元的组成一起来参与这不同面向的一些专案。好，那因为我们这一次蛮特别的，一般来说黑客松是大家在现场在提一些专案来做，先就是揪大家来做。不过因为这一次我们四个专案都蛮明确的，所以我们反而先进行的是自我介绍的环节。那以黑客君宇黑客黑是。我先讲一下那个救生团的志工跟职工。那你要走到前面来讲。先我这边讲是可以。对，因为摄影在前面，麦克风也在前面。对对对，我们这有录我们过程。那我们就欢迎一下俊宇救生团的团长。团长。谢谢大家来。那刚刚就 JR 跟那个健太对我讲，我们这一次同花松其实就是救生团。跟健太和 JR 他们一起合办，然后很重要是我们两位职工花了很多力气，就是以杰，你要到前面来一下，他有转，然后还有我们的执行秘书长在那里，Base，你要不要转到后面？好，然后我们今天志工救生团的志工有三位来，那个 Ronnie， 然后哲伟，还有我自己。那今天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我们。对，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就进行所谓的自我介绍的环节。那还是跟一些新参与 Jimmy Hackers 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自我介绍是蛮简洁的。那每一个人你要想一下，你有三个关键字。就三个。那举例来说，我呢，我可能会说，我是救生团志工，那公有地，我关心某样的议题，我把它变成一个关键字，就我关心公有地，然后种树这样子。所以我的可能到时候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会先讲一下别人，你期待别人怎么样称呼你。所以我这边的这一 part 呢，我就变成是哲伟，救生团志工，公有地，种树。好，那因为我们都很有礼貌，我们都会在自我介绍之前都会说，大家好，我是。然后因为这个大家都讲一遍啦，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先把大家好，我是都先分享给别人。那接下来你讲的，可能到你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讲你的名称跟你的关键词。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讲一下，大家好，我是。数一下，一二三，大家好，我是。